嗨，大家好，我是 Speedy。今天我们来看《猎魔战纪》典藏版。好，在开箱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作者八木教广在1968年出生于日本冲绳县，在1990年，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便以《Undead Man》出道，获得第32回的赤冢赏入选。这个作品收录在1990年9月1日发售的首冢赤冢赏作品集第6卷。接着，1991年开始了长期连载。第一个便是在月刊少年 Jump 连载《Angel 传说》，这个作品在台湾是由长虹代理的，译名为《冷面天使》，一直到了2000年才结束连载，是个非常幽默，应该说是非常爆笑的漫画哦，非常推荐大家找来看。单行本一共推出了15本，日本另外有推出了文库版10卷，长虹其实可以考虑推出这个文库版，毕竟这次猎魔战纪相信会有很好的成绩。冷面天使在完结后人气依然非常的高，八木老师便在休息了一年多之后，推出了一个足以让他载入史册的作品《Claymore》。日文的原书名就直接叫做《Claymore》，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但长虹可能觉得这样的名字不够直觉，所以以故事的内容大纲取了一个看书名就知道他在干什么的名字《猎魔战纪》，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以猎魔为主的漫画。至于什么是《Claymore》？很多人会把它误以为是双手剑，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苏格兰蓝柄阔剑。这种剑呢，我们经常会在中世纪的电影中看到，像是魔戒这一类的。所以猎魔战纪也有另外一个简称，叫做大剑。这个是从2001年开始连载于月刊少年 Jump，花了14年才完结的大作，共推出了27卷的单行本。至于为什么直接把它定义成大作？因为里面有满满的妹子，没错，只要有妹子就是大作，我们就是这么的肤浅哈。当然，有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度啦。相信你只要认真看过这套书，绝对会在你心中留下一个位置的。不过，由于我们今天做的是开箱哦，不是内容介绍，所以故事内容的部分就先跳过。如果怕漫画不合自己的口味，也可以先看一下动画，只是动画的最后面的部分。是有做一些更动，跟漫画的不太一样。而八木老师目前最新的作品《苍穹国度·亚里阿德涅》，希望东立的手脚能够再快一点。日本已经推出到单行本第14卷了，但东立去年中推出了第二集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然后了，让人不免有些担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先看书。这次的套书是有一个大外箱的，如果你是直接到书店购买的话，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你是透过网络书店购买的话，那么这个大外箱有可能会变成运输箱，也就是外面可能会被贴了满满的寄送资料，或者是被盖上了邮戳。如果你会介意的话，是的，我是会哈。那么你可以用这个小小的技巧，那就是在订购这套书的时候，另外再加订一本书，这样网络书店在出货时便会把这套书跟加订的一本书用一个更大的箱子包装起来寄送，这样你的大外箱就会是干干净净的了。当然，这个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这些书必须是同时出货的。如果一个是预购，一个是现货，那么还是有可能会被分开寄货。但如果将来新的套书要预购时怎么办？很简单，一次预购2套就能够解决了。好，那我们就直接开箱吧。打开大外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上盖。它其实就是一片纸板。老实说，这个外箱确实是蛮坚固的哦。外面如果还有一个大箱的话，基本上就很难会破损了。当然，如果是海外运送的话，还是需要多几层防护的。3个书盒，每个书盒的3面都是不同的图。虽然每张图都很好看，但比较可惜的是，3个书盒的图是完全独立的，图跟图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性。书盒的设计跟之前异兽魔都典藏版是一样的，采用的是5角书盒。相比一般4角书盒，只需要用 X 切割法就可以把书盒给包装好，5角书盒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要多2刀手续而已。接下来教大家我是怎么把它切割的。
首先你需要准备一把很锋利的小刀，长虹用的是 PVC 膜，会比较硬一点，好，所以也比较没有弹性。那我们一开始的切割方向会是这样子，要顺着这边切过来，切到这个角这边，从这边切到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切割的方向是这样子。好，那另外这边也是一样。好，那接着这边切好以后，正面就可以用一样的 X 切割法了。由于它这个 PVC 膜是没有弹性的，所以很不是很好切啦。我们要记得刀锋要朝上哦，不然会切到酥哦，一定要特别小心。好，这样切开后，我们先把酥倒出来。然后由于这次是五角盒，所以我们这边还需要多两个切口，大概就是你就抓任何一个位置，那从这个角的地方对齐把它剪下去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也是。好，那所以我示范一下，那等一下就是这边折进去之后，这边折进去，然后这角也是折进去，把它贴起来。好，所以总共我们会以前就只有贴四面而已，好，现在等于要贴多贴两面，就是这两个角。好，那我们四面都已经用无痕胶带把它固定好之后，最后我们就是多这两个地方需要再把它折进去固定起来，记得一样是用无痕胶带。贴好后用吹风机吹一下加热，这样就非常的服帖，而且书盒的边缘也都能够被保护到。主要是将来擦拭书盒的时候会非常方便，不沾水擦一擦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拿出第一集来看，这次的典藏版做的真的非常的精致，每一本书等于有两个封面，跟大黑暗是一样的。第一层是 PP 透明书衣，第二层是书衣本身的大图，所以如果把透明书衣拿掉，留下的就是完整的图片，真的是非常的美。而封底的图是原本单行本折页里面的图。不过这种 PP 书衣有一个先天的弱点，那就是非常容易刮花，甚至很多时候你刚打开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刮伤了，这个不太可能避免。但你可以选择雾面的书套，把视觉的问题降到最小。我用的是哈哈环保书衣170的尺寸，非常刚好，千万不要买大了，不然书盒会放不下。所有的书就算包上了书套，依然可以收入在书盒内，稍微有点挤而已哦。由于 PP 书衣本身就是雾面的，用雾面书套包下去效果异常的好，非常推荐大家试试看。封面上的差别其实非常的明显哦，典藏版的封面直接把可视范围加大了许多，图像也更加的完整，这是连日版都没有的福利。长虹真的是很厉害哦，而且整个颜色细节包含层次都更多，礼封的部分呢更是高下立判哦。典藏版的银面礼封虽然每一本用的都是相同的图，但银的单行本十条皆有了。第一集打开后，大家应该会看到这张没什么用的小卡，建议大家直接把这种不会中奖的东西丢掉或寄给我就可以了。我上面贴的邮票只是示意用的，不是真的要寄回去抽奖的，大家不要误会了。虽然原本单行本的印刷就算不错了，
但这次典藏版的印刷真的可以用惊艳来形容，因为纸张上也有不小的差距哦。旧的单行本用的是偏米黄色的普通用纸，而典藏版用的是更白、密度更高的日本进口雪松纸。单行本的重量大概是159，典藏版的重量大概多了快10克，哦，多了11克这样子。不过可以很明显发现，典藏版的书的宽度是比单行本要来的薄一些。我翻几页，大家比对看一下就知道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右边典藏版的网点杂质更少？哦，这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差距。这一页的差距就更明显了，典藏版的印刷优势完全是挡不住啊！而且在深色的细节上，典藏版表现得更好。看那个天花板的部分，有没有发现层次更明显？另外，这次典藏版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那就是整个图都向外移动了一些。之前单行本的图框虽然都是自中的，但经过装订后，靠书籍内侧的图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这样子用力怎么样翻，这里面的地方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除非是加大书本的尺寸。不然就只能把排版往外移了。啊，所以在典藏版这内部是都可以看得到。不过这同时也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满版的画面时，典藏版被切割的，因为典藏版的图往外推了，所以典藏版的图被切的部分就会比较多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差距。大概少了3 mm 左右吧。不过还好是这样的画面占整体的比例并不高，整本漫画应该有95%以上的页面都是有内框而非满版的。啊，这是内框，所以被切掉一些空白的地方，影响并不会太大。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签名版吧，这个是复制的签名版。很小一个，哦，不过我觉得原本的那一个我应该会抽中才对哦。如果有抽中，我再跟大家报告。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猎魔战记》典藏版的开箱，希望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虽然个人觉得典藏版没有加大书的尺寸真的非常可惜，但同样是36开小漫的条件下，长虹也展示了让人惊艳的印刷效果。这套书可以让人看到满满的诚意。相信有收这套书的朋友绝对不会后悔。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请帮忙分享、点赞跟留言。分享可以让资讯扩展得更迅速，让更多人知道。出版社有更好的收益，自然就会有更好的作品。你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不要以为你什么都做不了，至少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做了。我的目标是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些实体书的资讯，把所有喜欢书、看书、爱书的朋友都聚集在一起。欢迎你们来到我们 FB 的粉丝团 Comic 名作复活，你可以扫描左边这个 QR code 加入。所有新书的资讯我都会用文字的方式记录在粉丝团里面。另外也欢迎你加入我们 FB 的社团，名字跟粉丝团是相同的，可以扫描右边的这个 QR code 加入。里面有非常多神人的分享跟很棒的内容。当然，我们更希望可以看到是你的分享。最后的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爱戴。其实我在2个月前就已经收到 Google 的通知，说我可以开启广告的盈利，但因为不希望影片中被插入广告，所以一直都没有开启。但这个月 YouTube 的政策好像做了调整，不管影片是否开启盈利，都会被强制播放广告，所以我就开启了片头跟片尾的广告插播。我原本没有意识到要通过广告
盈利的门槛其实不是很容易哦，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是自己手机拍一拍，自己剪一剪，上了字幕就丢上来了。通常从撰稿上到上完字幕，大概一个影片就是5到6个小时左右的制作时间。要说花时间也还好，但要说不花时间，好像也够睡一觉起来了。所以也不太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少价值。但很高兴认识了许多非常棒的朋友，还有爱书的朋友，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